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马 N 与阿 Lim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陶三姑的演艺人生。咁今日将会由1939年开始分享佢曾经拍摄过嘅电影。1939年，凤娇投水、竹积鸭、女人世界、食人太太、扫把精、半面西施、女鬼洞房、口花花、好女十八嫁的续集、孝子乱经堂、南国姊妹花、三婶玉堂春。跟住就1940年，40年有红巾误、虎啸琵琶行、抗州迅武桥、小五二夜探冲霄楼、霄云楼、花公花婆、望夫山、人海泪痕。跟住是1941年，1941年有孔雀东南飞、人去楼空、燥染南桥、雪姑七友、前程万里、麻婆寻仔、夜上海、兴河薄命、春归梦女人、红粉佳人、何老大、天作之合。咁跟住42年至到45年啦，咁因为战时嘅关系就冇电影拍过。跟住1946年大雷雨，1947年海角红楼的上集，何处是农家、辣手蛇心、情贼白菊花、沙三笑与忍者、卖肉养孤儿、牛精良大闹香港、兴本佳人、鬼马劈王昂舅爷、阿坚旧情郎、狂风雨后花、明日又天涯、我为轻狂、各有千秋、妻娇郎更娇、白头情侣。跟住就1948年广东先生大破谋人子、太太万岁、妙想天开、十艳恋弹郎、方世玉与苗翠花、荆棘幽兰、夫荣妻未归、真假新郎、同徐合大战九花娘、地底迷宫、飞天女侠、戏迷姑爷、本地状元、神秘妇人心、武松大闹狮子楼、刁蛮公主、恩怨在今宵、公子情深、江湖奇侠的第四集、红颜未老恩先断、归来宴、御猫大战锦毛鼠、十二美人楼、几度春风、吉人天相、贤妻荡妇、接财神、打破玉龙飞彩凤、
色欲莲香，步步高升，长段跳楼人，地道状元，雷劈好心人，金粉世家的上下集，审死官，四凤齐飞，再生缘，江湖奇侠的第三集，天下苦人心，两个燕京素长堤，四大天王，万六重中一点红，女大当嫁，十三妹大闹能人子，四代同堂，同埋呢个阿女。咁1948年佢拍咗相当多嘅电影啊都。咁跟住陶三姑1949年嘅拍摄电影咧，就包括《地狱金龟》《卖肉救家姑》《梦里西施》《叶海痴魂》嘅下集大结局，《打雀遇鬼》《断肠花》《原来我父兄》洞房宜作两家春，郎是春日风，骨肉情深，宝玉忆情吻，母宠血浅鸳鸯柳，天花龙凤，斗气夫妻，穆桂英，济公活佛，哑老婆，齐宣王与钟无艳，凄凉紫梅花，不如归，小青吊影，桃花女斗法，石秀大闹翠屏山，万里长城，叶海痴魂的上集，三娘吸水，相依为命，夜祭雷峰塔，叉里冲破天仙阵，大闹港昌隆，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孤儿救祖，双喜临门，满江红，飞燕迎春，姑嫂粉，我爱薄情郎，红楼梦，忍气枕边人，朱卖神分妻，夜雕白芙蓉，叉里游地狱，齐宣王与钟无艳，一生儿女债，大四喜，小及艾苦，牛郎织女，大闹粉妆楼，同埋卓文君夜访相遇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陶三姑嘅演艺人生，分享到呢度又暂时休息下先啦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 RM 与 LM 频道。下一次继续同大家分享陶三姑嘅演艺人生。好，拜拜。